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火焰带来的游戏流程解说，我的世界啊，我们现在玩的叫火焰魔族生存牛年大集篇。好吧，咱们现在干嘛呢？弄一点绿宝石卷啊。我看看啊，是这里吗？咱们这个发绿宝石啊。我去你的吧。现在呢彻底到了这个后期了啊。我看啊，耐久海之眷顾。我现在我只需要那什么呀，我只需要那个我看啊，我只需要绿宝石。这边还有一个，咱们去拿去啊。把这抛掉，绿宝石给我。OK， 这啥？水下呼吸。没咋了啊，这家硬给我打下来的，过分了吧。我看看啊，凑足一个了啊，一组了，一组咱们能换一个建筑方块啊。走你，咱们看看啊，还有没有，下边应该是没下去过，因为有刷怪龙，咱们去的地方一般都是有这个刷怪龙是吧。刨掉冲起，还有啊，还有哦，打飞了。哎呦我的妈，这还有宝贝啊，可以可以是吧。咱们有漂浮宝石，绿宝石绿宝石，别的我啥也不需要啊，钻石愿意拿就拿点。我看一下稿子，带经验修补的，这个挺好，快速装填没什么用啊。其实咱们应该带点火把，要不然来没来过忘了是吧。来来来，给他们宰了。咱们有自动回血呀是吧。 OK， 咱们现在干嘛呢，拿一本书啊。这本书是干嘛呢，生物附魔，我给我自己附魔了啊。 OK， 然后呢这玩意儿呢带经验修补的，拿到左手边，咱们扁它，有经验咱们就可以修了是吧。 OK， 这还有个经验球，修好了啊。书拿下来，宝石拿着，把这刨了吧啊。我看一下啊，绿宝石绿宝石给我。还有什么东西啊，交织诅咒，这就没啥用了啊。下边还有啊，跑这儿来提货来了。 OK， 把他们干死，我现在就需要绿宝石。来来来，哎呦我的妈，哎呦我去，我去我去，去全是啊，去打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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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好多啊。可以可以啊，有什么东西啊，火纸，这个什么呀，风机，苹果，没什么用啊。行吧，再往下走看看啊，冲啊。就剩建筑方块兑换了啊。这个坑呢咱们已经该玩都玩了，末影龙都弄死两回了已经。走走，没了啊，到底儿了是吧。咱们还去刚才那个地方，这儿咱们已经来过了是吧，可以上去了。这儿的宝箱已经拿过，哎呦没拿过呢吧，大哥打死打死。怎么这么乱。 OK， 把它拆了啊，挺过瘾啊打的啊。哎呦我去，来来来炸我来，来崩我来，自个儿死了，打死。拆了啊，下边应该有个隐形的啊，我不知道它在哪儿啊，隐形了是吧，我估计卡 bug 了，哪儿崩呢。绿宝石绿宝石钻石，别的没啥拿的，那盾牌不咋地啊，我去弄这么多绿宝石，直运乐色是吧，没啥用。 OK， 这儿再看看啊，把这刨了。我看看啊，有点药水啊，不可合成的药水还挺不错的啊。海之眷顾，水下呼吸，弹射保护，好吧，没啥用，把这刨了，打完就跑了。我看一下啊，这下边还有是吧？好吧，我有点懵了啊，这儿是吧？下刷怪龙刨了。OK， 把他们都宰了。宰绿宝石干嘛呢？咱们要兑换那个建筑材料啊，建筑方块。哎呦我的妈，还有吗？还有一个隐形的啊，拿起来了，别打我呗！我去，哎呦我的妈，你在哪儿呢？主要是我去，去你的吧！咱们剑呢有吸血啊，我看一下时运、水下呼吸、钻石给我。我的妈呀，干这么多绿宝石，扔这儿吧，差不多了啊。黄金我也懒得拿，这下边还有吗？绿宝石，咱们去找这玩意儿吗？啊，吃口饭啊，别飞了，别飞了，别飞了。OK， 咱们走走走下去。应该其实吧，上面没有那个刷怪龙，咱们就应该知道来过是吧？我就有点不得劲儿，这也完事了吗？跑开啊！来来来，自己把自己崩死了。哇，这儿咱得记个点了啊，太多了是吧 ？OK， 你搁哪儿呢？打我一阵。好吧，小伙伴们，又到了开心快乐的回应提问时间啊，这个。我们这期呢一开始有几个绿宝石啊，现在已经这么多了啊，在评论区留言吧。好吧好吧，看一下，我的妈好多呀。可以可以啊。